今天呢、跟大家分享一个减肥啊肯定有效的方法，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用代餐。我们的工厂位在台湾省宜兰市，宜兰市是台湾最好山好水的地方。本厂呢是由留美的华人王振祥博士所领导，他本身在美国是研究冷冻人及复制人的，是最先进的生物科技。他回到台湾之后呢，带领我们的工厂也拿到了很多的国际认证，食品 GMP、 化妆品 GMP、 ISO、 HESA、 美国 FDA 还有哈拉认证，带领我们工厂走向国际最尖端、品质最严格的科技研发。按照德国欧姆大学的研究呢，只要你减肥期一天带两餐，维持期一天带一餐，基本上来讲大概半年之内你就可以瘦掉原体重的8%到10%，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健康的这个瘦身结果了。邱医师也帮助大家设计了一个叫轻烤厨房的代餐，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。这个代餐呢，经过我的设计之后，营养够，口味好，重点是热量足够的低，一定可以让你达到减肥的效果的，加油吧！